戴戒指的，昨天晚上刚卡了一个，整了三个戒指，一天一个。好了，加几个了？好了吗？回去把手然后揉一揉，把手揉一揉。听他说是妈妈送的礼物，让他戴在无名指上用来防身的。母亲害怕自己的孩子被人跟踪，当时我一下子就感觉到，然后母爱的伟大无处不在，对这位母亲的做法很是感动。